是没能过到头顶，但这一下解围的不远，再次上升的反抢，给到刘边路王敏捷，又是一脚送出，看一下这边前点，哎呦，这一球好球！那么漏到出来之后，那后点的队员是方文正，直接上前一脚把球踹进了球门。这一脚直接是踹啊，并不是射。那比分来到2-0。看到队友已经下底了，还没有是及时的上前。那这边直接一脚射门，没想到外围这边射门被挡了一下，形成折射，反而打了一个世界波。那九江荔枝园在上半场的20分钟，没想到这边外围直接试射一脚。那上华正这边迫于想去把这个球挡出，反而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边伟中人开出来，想直接一脚射门，好球！世界波的破门，没想到选择直接这么远的距离，伟中人选择直接自己来射门。那这边划出一条弧线之后，直接吊死了门将陈磊，虽然这边起跳，但没能把这个球给打出来。反倒给出来左路的杨晨，再交到中间，刘乔飞外围直接选择一脚射门，哎呦，世界波的破门！没想到这里又是来了一个世界波。九江荔枝园在下半场50分钟的时间，跟孙悦明一样啊，这边又是禁区外围一脚远射，直接打入了死角。那门将这边又是飞扑无果啊，只能看着球再度被攻进了球门。大脚甩出来，看一下左路这边投射，直接，哎呦，鱼跃冲顶，这一下的破门，直接是力压对方的后卫，直接跑出来头锤，头锤这一下攻门，那、直接是看呆了门将啊，完全是没有反应去做出扑救。那这边在上半场31分钟，九江荔枝园2-0的领先。